在北流开唱，才刚分手还在疗伤的林九就情意相挺惊喜现身，九折 CP 合体，粉丝当然开心，不过大家也因为林九瘦了一圈有点小小担心啊。他牵你的时候你有稍微害羞心动的感觉？就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大哥哥了，老实说他这个这个答案是不是你不想听？他是大姐姐吗？你不是在拍戏吗？男友力，因为他也比我高嘛，然后那这种感觉，这种感觉你可以接受吗？有小鸟依人，我愿意当他的小哎，对，我愿意就是这样子靠着这样子，对。你的今天笑容变少吗？他本来笑容都很少，对吧？更少是吧？这礼拜，都差不多一样了。他本来就是在脸部表情本来就没有太多变化的。你有安慰他说看看我之前这样。还是想说快两个人就在一起好了，他们是好兄弟吧，是吧？我不知道怎么回了，还有镜头对着镜头来一个呼呼，对零九的呼呼啦，好不好？来一个呼呼，太勉强，太勉强，我不知道怎么，就是我觉得祝福大家这样子啦。其实我真的不太清楚，然后因为我觉得感情的事情很多时候是有两个人自己最清楚嘛。那像我觉得如果他想分享我当然会倾听，但我们也不会多问或什么。你今天怎么没有要小肉一下身材？其实就因为你胸脯有胸脯抱抱，没有等呢，换现在，等到安可。我觉得有时候看了就不美了，你们明白吗？我们明白，我们明白，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你们好肤浅哦！我们就是这么肤浅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吗？好了好了，来吧。没有了。好了，那我先举手。就是。但我真的如果有一天真的觉得很 ready， 我再让大家看，就是现在就看线条就好，衣服的线条。其实我觉得这种是上台前如果状态不错，看一下镜子可以就脱。所以我刚有看一下镜子，85所以不要，86我就脱。演唱会还会再办嘛，就一步一步来嘛，所以慢慢脱。今天外套先脱，下一次就脱帽子或什么。还是要跟陈零九一起才要脱，对，要脱大家一起脱吧，可能五间情吧。